各位学员，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经贸情势分析的课程。我是国立台中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老师叶志全。今天要来为各位同学介绍的课程内容是全球货币体系跟国际的资本市场。我们这个讲次分成三个部分的内容来跟同学做介绍。第一个部分，了解货币体系的一个发展阶段跟它的演变历程。再来是对国际资本市场的简单说明，最后是 IMF 国际货币基金在这个全球经济体系的运作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介绍。国际经济贸易的活动涉及到很多的人力跟物力的综合运用，那资金在过程当中则扮演相对重要的角色。那各位学员，大家可以想想看，每一个国家它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每一个国家有属于自己国家发行的货币，但是当要进行跨国交易的时候，各国跟货币之间如何进行一个交换的机制，那就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规格，我们就称它叫做国际货币的交易体系，是提供给国际贸易、投资这些营运活动所遵循的一个运作法则。那在的国际资本市场里面，主要是提供长期或是短期资金流通的金融交易市场。那当然在这些整个交易的体系当中，当然要有维持者，我们就称国际货币的基金组织 IMF。 当各国之间不幸的发生了所谓的通货危机，也就是属于地主国的货币产生了大幅贬值或是货币持有信心的时候，通常各国政府跟中央银行都会采取稳定货币的措施，但是有时候这个国际的资金往来过于开放，可能无法有效去对应这一个危机，那么这个国家可能就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请求协助。好的，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国际货币体系跟整个汇率制度的一个缘起。国际的货币制度因为各国的币制不同，但是为了支配各国货币关系这样的存在的规则，它形成了一个系统。那么各国政府为了清算国际之间的各种交易，包含商品的买卖、金融市场有价证券的交易买卖等等的规定跟安排，必须要有一个稳定而且大家公认的货币制度，来让国际的资金维持一定的流动性。那么国际货币制度也是满足国际贸易跟世界发展需要，进一步的维持物价稳定。那国际收入跟支出难免会有短期失衡的现象，这时候这个国际货币制度也就提供给我们以最小的成本去进行调整，让整个国际准备资产的持有者对资产的价值跟流通性都有信心，而且愿意使用持有所谓的国际的准备资产。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新闻报道，来了解一下国际货币体系跟各国之间的联动关系。美国前联准会主席伯南奇呢旋风来台演讲，在这之前呢，他跟台湾央行总裁彭淮南呢是举行了闭门会议。这个双南会短短五分钟，彭淮南是火力全开，他针对了美国的 QE 货币宽松政策提出了质疑，打脸伯南奇。
对，还紧张。带领美国走过金融海啸危机，前联准会主席伯南奇首度登台演讲，会前先和央行总裁彭淮南闭门会议。要聊 QE 政策吗？入场前，彭淮南表情严肃，显得有备而来。一和伯南奇见面，他就火力全开，向伯南奇说，美国的 QE 货币宽松政策导致台湾很煎熬，造成通货膨胀严重，甚至多次用右手手指指向对方，肢体语言表达抗议。过程中，伯南奇皱眉耸肩，询问台湾还好吗？彭淮南回应，算是有惊无险度过。伯南奇也解释，并非美国实施 QE 导致新兴市场汇率大幅震动，而是因为全国货币系统不一致。如果台湾采用浮动汇率，能够降低 QE 带来的冲击。双南会即便 QE 政策引发正反两极议论，前国发会主委管中敏也对伯南奇提出疑问。当他们在推行这个东西，是他们只因为只管自己美国的问题，就没有管别人的问题。他答前面问题有提到，大概是说，美国经济还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中心啊 ，GDP 大概占世界四分之一。如果美国垮掉，对全世界都不好。伯南奇旋风登台，一场演讲费高达900万台币，要进场参与盛会，最少得花20000元买门票。但台湾企业界很买单，也让现场成为商界人士的追星大会。记者综合报道。好，透过刚刚这一则新闻，我们这边要特别补充说明一下。这是2015年的新闻报道。当时候台湾中央银行的总裁是彭淮南先生，也就是所谓俗称的14A 的总裁。那彭淮南总裁卸任之后，就由杨金龙总裁一直这个续任到目前为止。所以目前台湾中央银行的总裁是杨金龙杨总裁。那在新闻报道当中提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建立的标准，所谓的固定汇率制度跟浮动的汇率制度，所以紧接着我们就来介绍汇率制度的起源。所以从国际货币体系它的建立的标准大体分成四个部分，制度有分为最僵硬的叫做固定汇率制度，那最开放的放任外汇市场自由的供给跟需求来决定汇率水平的，我们称它叫做浮动的汇率制度。那么所谓的国际货币跟国际的储备资产，是以黄金或是某一国的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国际支付的一个标准。通常一国政府要用哪一种的国际储备资产来维持国际的收支，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当前大体而言大家都是以美金为主。那么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就是用来告诉我们如何去调节国际收支短期失衡的一个现象，那取决于就是各国的货币它的可兑换性跟国际结算的原则如何去进行跟维持。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国际货币的体系制度，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从最早期的金本位制度到布林顿森林协定，乃至于现在比较常见的所谓的浮动的汇率制度。我们逐一的来介绍金本位制度。金本位制度是在1867年巴黎会议所形成的共识，这是最早的国际之间货币兑换的一个认知的一个标准。那时候是用黄金作为唯一的世界货币，金银铜铁锡嘛，这些都是贵金属，所以让各国的货币跟黄金之间维持一定的交换比例，所以它刚开始的时候叫金币的本位制度，用法律确定找金铸币为本位的货币，并规定纸钞它可以自由的兑换金币的货币制度。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今天各国发行了一张纸钞，那这个纸钞你为什么愿意去持有呢？也就是说当你拿着这个纸钞去兑换这种这个贵金属黄金的时候，它有一定的兑换的机制，所以你对于这个纸钞那你就有持有的信心。那进一步的演变就到了金块的本位制度，它是以纸钞作为本位货币，纸钞只能限制兑换成金块的货币制度。那这时候的发行是为了节约黄金的使用，当然也相对来讲在使用的便利性上面所建立的制度。再来就是金汇兑的本位制度，这时候是无法直接兑换金币或金块了，因为物以稀为贵嘛，毕竟黄金的数量还是有限的，但是你可以按照固定的汇率跟金本位国家的货币去做自由的兑换，换句话说也就是间接的跟黄金保持
等价关系的一个货币制度，这是金本位制度的发展历程。紧接着进一步的发展到了1944年的布里顿森林协定，这时候开启了所谓的固定汇率制度的序幕，而且同时也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跟世界银行，用来协助全球货币跟金融体系的一个发展。它有几个主要的特点，用黄金跟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准备货币，而且固定在一盎司黄金兑35块美金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比率，所以这也就是固定汇率制度的缘起。但是发展的过程当中，各国开始累积大量的美金，那当面对所谓的通货膨胀、物价变贵的时候，再把手中的美金去换成黄金，可是一个是黄金是限量的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美国的黄金的准备持有就开始减少，那就会进一步的导致美国没有办法保障国外的美元可以按照固定的价格去转换成美金，所以这个布林顿森林协定也就迈向了崩溃了。就是在1971年的时候，美国觉得对他来讲太成本太高了，就终止了美元跟黄金的可兑换性，也结束了这一个布林顿森林协定下的固定汇率制度。紧接着就是浮动汇率制度的一个好发展，各国政府在外汇的市场上可以进行操作，你可以去买外汇、卖外汇来调整你的汇率。那么跨国企业你就必须要练学习这个因应汇率变动产生海外营收可能遭受汇兑损失或是汇兑收益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浮动汇率制度其实实际上是按照各国政府它的限制跟干预的程度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个叫做独立浮动，所谓汇率是完全自由波动的，政府是不能进行任何的干预措施，又称为纯粹的浮动。第二个部分是在浮动汇率制度允许货币的当局可以视经济的情况对外汇来进行管理，或是随时参与外汇的买卖来影响一国的汇率水准，这是各国现行的浮动汇率制度的一个概况。好，那么按照国际货币基金就把所谓的政府的干预程度跟它对于汇率的管理进行了几个分类，大体分为八大项。好，同学可以看到画面上最左边的就是固定汇率，那最右边的就是浮动汇率。好，那你可以看到最靠近浮动汇率的就是我们说的独立浮动，你完全不去干预它，完全由外汇市场的供给跟需求去决定你的汇率水准。那么往最左手边的，那就是代表汇率制度的僵固性很高，僵固性最高的当然没有单独的法偿货币，现在这些国家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少了。那紧接着开始逐步放宽你的管制，才会有所谓的通货委员会的联系汇率，几个国家的汇率为一个参考的基准。再来再往上走就是固定盯住，有些国家它会盯住美元，盯住欧元，大体都是盯住美元，这种所谓的强势国家的货币当成是它兑换的一个基准的比率，所以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僵硬的。慢慢的在放宽，就是在一个区间里面去做盯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措施，然后呢才是爬行盯住，爬行盯住再放宽就是区间的爬行盯住，再放宽一点点可以这个若有似无的在外汇市场里面去进行买汇跟卖汇的动作，那就所谓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好，那我们就在想，那台湾呢台湾是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台湾是典型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我们来看这一则新闻报道，同学大家就可以把刚刚的汇率制度跟实务现象当中做一个连结。跟您来关心联合报的早报消息，美中贸易战升温，五月外资大逃杀，央行昨天指出五月外汇存底减少了3.94亿美元，约台币124亿元，降到4644.34亿美元。央行在汇市的操作向来是不能说的秘密，但是外汇局昨天直接表明了央行五月进场干预汇市，这个动作是近20年来首见。汇银主管说，外资大汇出不止导致了台币重贬，
央行也发现当时市场几乎一面倒的狂买美元，市场美元供应吃紧，因此央行必须出手干预，进场卖美元，减缓台币的贬幅，导致外汇存底减少。早报消息提供。好，所以从刚刚的新闻报道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台湾的中央银行这个也会适时的利用这个外汇存底去干预所谓的这个汇价的一个表现。那有关外汇存底跟整个汇价表现的部分，我们在下一个讲次里面会有一个完整的说明。好，那我们接着再来看所谓的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本市场，当同学听到资本市场的时候，马上要联想到了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货币市场。我们把资本市场跟货币市场用这个惯用的一个时间轴来区分。货币嘛，想象就是比较短的，一年以内的一年以内的大概是这个货币市场。那么如果是超过一年以上的有价证券的交换工具，我们就称它到所谓的资本市场。那么国际之间的资本市场里面包含了各种的金融工具的交换机制，包含股票、债券、基金、期货，还有外汇等等。那么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和资金的流动是日益频繁，所以国际资本市场也就开始能够迅速蓬勃的发展。尤其是在现如今金融科技跟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下面，投资者可以透过网络进行交易，使整个国际资本市场交易更具效率，而且也更为便捷。好，那在整个国际市场里面，如果是国际的货币市场，相对来讲那就是短期的，随时可以去提领的。好，所以这是属于存放于金融机构的外国货币。那么源自于东西方的冷战时期，这个同学可以想象一下，以前这个代表民主社会的资本主义市场，大概就是这个美国政府为首。好，那么另外一边在东方这边呢，大概就是属于这个社会主义的就是俄罗斯。好，当然俄罗斯后来这个叫做苏联。好，那么苏联之后解体了其实包含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冲突也是一样，因为苏联解体之后那乌克兰就从这个就成立了乌克兰这个国家。好，那这些在当时候你会当时候苏联跟美国之间彼此之间会有所谓的国防竞赛比大家谁的手臂粗，谁的这个国防的发展能力更强。但是在整个国际市场之间的交易，你必须要有适度的，你也不会全部持有这个俄罗斯的卢布嘛，你也会持有美金。但是这个让当时候的苏联很担心如果我把我的钱存放在你美国那么如果你那当然知道这是我的钱如果你给我冻结了不让我用那我就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我没钱就不能办事了。好，于是这个苏联他就把资金转移到欧洲银行或者是美国银行在欧洲的分行。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就是存放在美国境外的美元，我们就称它叫做欧洲美元。好，那这存放在日本以外地区的日元，那当然就是欧洲日元以此类推，也有欧洲马克。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不让这个美国政府去了解你的资金的脉络。那这种所谓的欧洲美元欧洲日元，它有几个特色，就是不需要提列存款准备金，而且也不必扣缴所得税，更不受资本进出限制的一个特色。所以西欧各国的中央银行跟公司都把这个资金转入欧洲美元市场，所以现在这个欧洲的美元市场的规模其实相对的庞大，相对的庞大。好，再来我们来介绍国际的证券市场。企业在海外的资本市场里面发行证券，募集资金的管道例如大家最耳熟能详就是纽约的证券交易所，或者是纳斯达克的证券市场美国的证交所等等，都是世界著名的这个证券的交易中心。那大多数的跨国企业为了扩大资金的来源，同时也在国际之间提升国际的声誉通常会在全球重要的金融市场里面去办理所谓的公司上市的交易，
好让资金的募集来源可以扩及到国外的市场。举例来说，比如说荷商的飞利浦，它主要上市是在阿姆斯特丹，这个泛欧洲的一个证券交易市场，是第一次上市是在这个地方。那么但是它第二次上市是在纽约的证券交易所，之后又分别在伦敦、法兰克福等股票市场里面上市，所以它这个飞利浦公司非常的庞大，也是一个全世界都知名的一个公司。那么在台湾呢，台湾的知名企业，比如说台积电，半导体的龙头，还有联电，也是半导体的，还有中华电信，也透过所谓的海外存托凭证的方式在美国的股票市场里面上市，同时它就可以募集到这个在美国市场募集这个美国当地投资者购买股票的资金。这是国际证券市场的一个简要的概况，也是各跨国企业它多了很多的一个管道，可以让它的股本就是资金的来源更为充沛。那在国际的债券市场上面所谓的这个证券市场当然就是发行股份，所以当你募集到资金的时候，对公司的这个股本结构上面是这个资本会变大。那债券市场顾名思义就是借钱这个向在国外的市场发行债券，那么销售的对象当然就是以国际的投资者为主。但这个地方比较特别的部分有分两种形式，一种叫做外国债券，一种叫欧洲债券。这两种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举例来说，以 A 国企业在 B 国发行，而且是用 B 国的货币来表彰面值的债券，那我们就称它叫做外国债券。举例来说好了，有一家台湾的企业到美国去发行以美国的货币来代表它面值的债券，那么它就叫做洋基债券。好，那同学会想，为什么叫做洋基债券？这些外国证券刚开始在命名的时候，都跟各国的发展特色有关系。如果同学有在看这个最近这个世界棒球经典赛要打了，所以这个美国的职棒发展也很早，所以它的所谓美国的职棒大联盟里面，这个资本最大，这一家就在纽约，洋基，所以以美国发行，在美国当地以美金发行的叫洋基债券，那在日本发行的以日元计价的叫武士债券，那大家应该不难理解，日本这个的武士精神，所以就以它的名字为例，那在英国发行的布尔债券，如果大家应该知道，英国它比较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个斗牛犬Bulldog，所以在英国发行的叫布尔债券，在亚洲发行的叫小融债券。那么这些小融债券是在这个台湾经济起飞当时候跟新加坡、南韩包含台湾在内，那时候有所谓的亚洲四小龙之称，所以只要是在亚洲地区的四个国家里面发行的，我们就称它叫做小龙债券。好，那欧洲债券呢？欧洲债券是 A 国企业在 B 国地区以外发行，而且是以 B 国货币表彰面值的债券。举例来讲，台湾企业用美金发行，但是不在美国募集，而是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发行的债券，这就叫欧洲债券。我想这样来区分，同学应该很清楚的了解所谓的外国债券跟欧洲债券主要的一个差异了。紧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这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整个国际货币体系里面所扮演的角色。IMF成立在1944年，由190个国家所组成，缘起是在于联合国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加强国际之间的经济合作，并且重建当时候的国际货币秩序，所建立了一个附属的机构组织，主要是希望能够促进全球货币的合作，并确保全球金融的稳定，进而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这是它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宗旨。
好，同学看一下这个新闻报道，这是2023年2月7号的新闻报道。我们知道这个目前的 IMF 的总裁是 Georgieva， 你看他说，哎，对今年的一个经济的一个预况，他说软着陆的几率提高。这个新闻只要秀给同学看的主要原因是，你会发现 IMF 它在整个全球经济里面，其实它是有话语权的，有时候它说的提供了一些讯息，可以当成是一些经营营运的一个参考。好，那 IMF 它能扮演的角色是什么？通常是在遇到通货危机的时候提供资金的援助为主要，帮助应对通货货币危机的这个国家如何去减缓财政的压力。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相对疲弱的时候，它可以协助实施所谓的经济的改革，帮这个国家度过一个危机，协助它能够促进经济的一个增长。IMF 提供的援助通常是怎样？是有条件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绝对不会平白无故的把钱借给你。所以他在协助你这个重获新生的过程当中，通常会跟援助的对象这个国家制定一些财政跟经济的改革方案，来确实有效的帮助这个国家去应对危机，而不是只是给你钱而已。所以这个国家如果他愿意遵循 IMF 的，我们常讲就是他诊断的药方，如果你愿意跟着我的药方走，那么这 IMF 就会提供贷款来支持这个国家去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度过困难时期。好，那么我们就来举两个例子，这是最近20年来最著名的例子，一个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IMF 援助南韩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帮同学简单的复习一下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概况。当时候主要是因为泰国原本经济成长相对的来讲比较迟稳，于是呢，各国的这个国际之间的资金，就开始进入了怎样泰国，因为他认为这个泰国的经济成长相对稳定，可是因为大量的资金流入的过程当中，但是泰国的货币汇率相对来讲是比较僵固的，当它的经常账呈现逆差的时候，就为泰国货币巨幅贬值埋下了祸因，进而造成了这个紧接着这样的一个原因就开始扩散到亚洲国家，所以为什么叫亚洲的金融危机？那同一个期间，南韩的外汇存底相对来讲也比较短缺，也面临了所谓的货币的贬值。再来就是他长期依赖外债营运的企业纷纷倒闭，经济成长下滑，失业率上升，所以南韩外债比例的高涨使他韩元一路贬值。好，南韩央行最终只能宣布弃守韩元，就韩元就呈现了崩盘的一个走势。最后的结果是国际货币基金跟南韩达成了583亿美元的金融援助。再来第二个案例就是2008年金融海啸对希腊的援助，主要在2007年的时候，美国刺激房贷风暴进一步的蔓延到欧洲的国家，所以到2008年的时候进一步造成了所谓的金融海啸，部分的国家因为国际借贷无力偿还而衍生了所谓的欧债危机，这时候希腊难以向外取得新的贷款来源，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希腊就爆发了债务危机，财政赤字创高，于是这时候国际基金组织就展开了这个大规模的合作跟协调行动。那但是因为投机者刻意的去做空，也让希腊整个财政上雪上加霜，最后也是透由 IMF 的救援来这个提供他一些遵节支出的改革计划条件，帮助希腊度过这样的一个危机。好，最后同学可以看到希腊在这个改革过程当中就如同课本书籍里面我们有提到的这个 IMF 并不是无条件的支应你的资金，而是包含他提出了所谓的财政改革、金融稳定跟经济成长的一些政策，你必须要配合。所以在财政管理上面，他要你遵节支出，然后呢，收入管理上面要强化税务机关的独立性，同时也要你去做一些这个妥善的运用纾困金。那这样的一个改善措施，当然也让希腊逐步的从这个海啸当中平安的度过了。
好，我想这一个讲次主要就让同学了解一下整个货币基金体系的一个运作过程，希望能够让同学对整个经贸情势有一个概略性的了解。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回见。